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 Color Mon Game。上次咧嚟到呢一个森林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继续啦。我哋睇下究竟会捉啲咩精灵啦。之后落嚟，上次都捉咗好多唔同嘅精灵啦，好似捉咗精角蛇同埋另一只唔知嗰只虫啊，嗰只电嗰只虫，我记得好似系。哦，系啊，呢个训练家嚟嘅。锻炼对你有好处，对你嘅 Color Mon 都有好处。大富四隻精灵喎，好少哇！流沙怪咁有趣咧，流沙怪。同埋我发现咧，可能咧要将嗰个 Color Mon 缩细少少。好，咁我咧系咁依加咗个背景落去啦。OK， 要恢复 SP， 因为我发现上次咧佢嗰个嘅个画面咧睇唔晒。譬如头先嗰个回复 SP 咧，大家睇唔到 SP 嗰个掣喺边度。即回血定加防，我睇唔到佢。OK， 完成一啲潜能，加特工啦，特工同埋血啦，都系，不如全部特工啦，全部特工啦，冇所谓啦，全部特工应该好啲嘅会。电流虫继续烧佢，差唔多冇 SP 啦。哦。虽然对方嘅数量都多，但系可惜我哋 level 高咗好多，佢得三咧，但系我哋哇落雨啊！喂，落雨有啲危机喎，喂，换一换重先，惊惊地落雨我，即系换重先，应该唔会输嘅。无视痛苦系咩嚟噶？加特防。我呢一个应该是普攻，即系密攻嚟啦。佢打我六滴血，我打七滴血 ，OK 嘅，顶得住嘅，赢嘅应该。OK， 撞多下就得啦。哇哇，果实系嘛？果实好似系，食个药先。唔得啊，惊惊地，即刻立即食个蛋糕，撞击。雨停咗，OK， 接啦，赢啦，真系要买多啲药啊！吓，哇呀，争少少死喎，喂，方争少少死 ，OK， 出牛，哇，呢度都系要走，换一换啊，我哋换翻只龟啊，整跟住只龟出嚟回血，如果唔系十分危险啊！因为得翻十几血啫，佢个招技系嗰啲多重攻击嗰啲嚟嘅，因为头先见佢话唔知咩击中佢一次到嘅，降攻击啊，降防，普通撞击啦，十三滴血，击中两次 ，OK， 搞掂。胜利推进拳快速朝面部一拳，有 15% 可能击到目标。咩叫击到目标？又嚟咯呢个，要加技能点？血速度，我哋不如俾佢速度同攻击啦。速度同攻击啊，攻速啊，我唔知啱唔啱啊。如果真系练错咗咧，我就会将佢重新练过。系啊，即系就会将佢挤入雪柜，重新练过。所以唔使担心各位。啤果，呢个叫啫果啊，头先嗰个系嚟自妈妈的讯息。请问有什么事？我心已经谂紧你啦，有空嚟揾我啦，我将蛋糕焗好俾你新嘅 Color Mon 朋友食。OK， 即系有药啦，叫我。我呢个唔系好想打喎，有几多血啊？啲血都多啊嘛 ，SP 冇乜好似。食一食呢个组合果，食一食组合果加翻啲技能点。我要快啲穿过呢个地方，然之后翻嚟回血。
的角色。走吧，走吧。嚟，四隻又是。歌未重嗰啲劲喎，十 level 有。OK， 扣一大半啦。我预减少。哇，好似好劲啊！招技，但可惜扣我好少啊，都系。啊，看似好劲啊，佢个动画。得出嚟啦！火焰锁定，物理攻击 10% 燃烧对手。哎呀，唔紧要，我照学先。不要招撞击要留，可爱姿势不要啦，不要可爱姿势 ，OK 得。新技能，又华沙呢只唔可以用火打佢啦，所以我哋要留招普通技能，准备好吸收伤害，泡泡爆，哇哇，好似好痛咁，好惊，冇事嘅应该，震天效，减攻击系嘛？OK， 唔好揀火就得啦，我驚佢一阵间咬死我一下。呢个系加咩啊？加速度，可以使用火打佢啊！火焰锁定，我应该扣佢五滴血左右嘅啫，系啦，五滴血左右，撞佢，搞掂，上冇。又系呢只狼，呢招，冇 SP 啊，又要食嘢啦，又要食组合蛋糕啦，又唔够 SP， 唔够 HP， 震天效，降攻击啊嘛，印象中佢都降咗我两次攻击咯，我哋用特攻打佢啦，哇哦，超痛！冇扭扭虫完结啦，扭扭虫争啲17咧，差唔多进化啩？定系要等耐啲啊？冇咁快，20几咧先进化。系未进化嘅。好啦，穿嗰两地方睇下啲咩啦。呢、這个唔使打噶，我唔使打嘅呢、這个船长古咧，可能咧行呢条路嘅。李嘉义请求我哋咧带你去到呢个多纳尔岛，船长同佢嘅船咧就喺呢个沙滩旁边呢边啊。哦，系喎、哦。德瑞克渡船主啊，叫我咧带一个咧对战嘅研究员去到岛上，肯定系你啦。见唔见到嗰艘好靓嘅船？哇！呢艘好似快艇咁嘅地，快艇咁嘅艇喎，喺太阳底下咧闪闪发光，将带我哋咧乘风破浪，好快就会去到嗰个多纳尔岛啦。我哋睇一睇下面嗰个嘅，下面嗰个钓鱼呢个人有冇啲咩讲先？啊，呢个钓鱼嗰、那个，琴日争啲钓起一个幼华沙，但系佢将我鱼竿咬成两。哇！钓鱼可以钓到幼华沙，正喎、啊，好想要喎、啊、幼华沙、啊，系有啲想要幼华沙。技能速闪唔知咩嚟？哦，哇呢只蟹好得意喎，捉熟先。呢只蟹有啲得意啊，前进佢啊又，冇事嘅，效果不怎么样都打系十几定。哇哇哇哇哇，争啲死嗰只虫。喂，唔好啦，走啦都系，争啲死喎。佢只蟹争啲整死我，黐咗线，系咪有病啊，大佬？我使唔使食嘢？死咗符先啦，系啊！如果真系死咗，我先再捞翻翻嚟啦，冇办法啦。我即刻走啦，唔好嚟啦，即刻走啦，即刻走啦，唔好嚟啦，好惊啊！呢个地方，迟啲再翻嚟啦。我唔想翻去回血咯，应该可以搭船再翻翻去噶嘛？喂，安然无恙，感谢我美丽嘅船。Beauty Bro 系嘛？揾尼古拉就托马斯 Thomas，
佢哋呢个岛中央经营嘅电流虫实验室，上翻嚟话俾我听，随时都喺度。我需要回血，唔该。有啦，见到啦。呢个落雨咧，喺呢个地方落雨啊嘛。即系回先。呢只 game 唔通有对线？我啱啱喺度谂嘅，呢只 game 唔通有对战嘅？点解会有上下层？我应该真系电，应该真系有对战嘅呢只 game， 应该系有。好啦，但系呢啲唔关我哋事住啊，暂时系，暂时当佢呢一个嘅冒险咁玩住先。买嘢我哋要。要买大量的药物啊！就咁过，头先我森林我都食了两次药，我都是第一次买嘢，即系买啲正常的普通蛋糕啦。哇，组合蛋糕咁贵，原来跟住买啲呢个 SP 蛋糕啦。其实血呢个要买多啲。嗯，增加呢啲增益效果的道具。治愈哦，呢啲状态，哇！精灵球唔使啦，专门设计用嚟捕捉旋转球类的电 Colomon， 哦，捉电系嘅，我臭气味驱赶药嘅，传送到日光园区 ，OK， 冇特别，咁有优惠券，佢呢个优惠券系买嘢嘅时候可以平啲啊。我哋上次唔知喺边个箱度执到，系咪你电流虫实验室？呢、這个唔好意思啊，我以为你系托马斯电话里面讲嘅怪胎，佢哋可能喺任何地方危险无处不在。我亲爱的伙伴同事托马斯有人正在追捕紧佢，要逃走。佢将自己锁喺保险丝房入面，藏喺呢个电动穴嘅深处。哇，好难啊！啲翻译其实啲翻译极度咧有啲古怪。我想自己去救佢，但我冇资格咧同呢个野生精灵对战。我感到手足无措，应该唔知点做啦。已经唔使担心，我喺个研究员可以帮你去救佢。真系太好啦！但系雷鸣洞穴系一个又黑暗又危险嘅地方。我帮你做准备啦，你要带呢一个嘅照明灯，如果唔系你会工人头灯。OK， 攞埋呢啲啊，组合蛋糕同埋恶臭气味。OK， 啊系，我哋可以开嗰个驱赶，即系个蚊怕水咧，免得自己即系免得自己咁快死嗰啲。呢度啊，雷鸣洞穴开咗灯噶啦，已经。唔系我 feel 到开个灯，定系一个假噶，即系装饰嚟嘅话，定还是佢下一层先系黑暗？HP 蛋糕少，我仲以为冇精灵添呢个位，又系得电流虫，电流虫打啦呢啲十七咧，唔系我狗佢狗咧，我十七咧。蟾蜍啲嘢都唔打，其实可以开定喷雾先，我觉得开定喷雾先啦吓，顺便感受一下呢个喷雾究竟系呢个系嘛？雪片蛋糕少，呢个咩啊？兑换咗手套优惠券，已经感受到新嘅闪耀东西，令我变强。训练家嚟嘅呢个系谢恩啊 ，Shana 呢只我记得好似系火系，但唔紧要，我哋接用火打佢试一试。唔系、哦，咦唔系、哦？哦，记错咗，佢唔系火系，又系果实，又带果实佢哋。哦，双头犬十三嘅烧咧，
哎呀，咁都揸滴血，高速攻击。十八咧，进化，进化啦！哇，小火龟正在进化，进化啲咩？小火龟，哇，睇个款唔会高速得去边啊！哇，火岩龟 ，OK。哇！特工应该特工，喂，水系哦 ，Oh no， 仲要大镬啦咁就，咁样我一下俾佢打死。其实老实讲，先转一转呢个蜜蜂出嚟先啦。去得旋翼风，哇，超痛！推进拳。我呢个推进拳系咩嚟嘅？身体强化、加防定加攻啊？定加攻防，净系加防咁真系变硬，冇击中，愤怒之钳。Oh no！ 啊！哦，回到野外啦！唔紧要，唔紧要。唉，嗰只其实一算系一开头咩啊？一开头送啊！哇，好劲喎！佢爆击突然之间，哇，一下搲死咗，非常有效。唔系话一嘢清咗队唔通咁癫 ？Oh no！ 真系死咗，冇啦，输啦要。哇，好劲！我呢下黑住晒喎，佢边度赢到啊？冇啦咁样。我冇技打佢喎，直头佢嗰个蟹钳超劲，击中一次，好劲喎呢只蟹，所以我应该要翻去捉一捉只。好啦，我捞翻 save 啊呢度，啊呢度已经顺利咁俾人打爆咗啦。我冇咗只龟，其实已经争好远，冇咗御三家，因为御三家。佢个能力值唔会差得去边咯，比即系一般嘅街边嘅精灵嚟比较嘅话，所以我哋要捞翻翻去啦。好，咁今集时间玩咗咁多，先喺过落网，我要升一升咧先。另外我要捉嗰只水系嗰只蟹，嗰只蟹真系好劲，我觉得有啲劲，因为佢仲要配合埋天气咧，冇得打，冇得打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过落网再见，喂，拜拜。